今天吃点什么呢？哎，两点过了，好热呀！哎，这是个火锅店。我来了。请问这边需要点点什么？啊，好，要一个，你给我笔吧。要一个这个，要一个这个。好，好了。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喝的呀？有的呀，我们这边有新出的一颗桃桃，芒上加芒和西瓜冰，每周还当天赠送你一份巧克力沙冰哦。哦，那这样吧，你给我一样的一份。一样的一份。那么多，你不管，我应该能喝完。哇塞！你好，大侠，这边您点的芒上加芒和一颗桃桃来。啊，谢谢。嗯，真好看，吃一口。真不错呀。来试一下这个，哎，沙冰。哇，这个也太清爽了。先下个冷鸭血儿。大侠，这边的巧克力沙冰。哎呦我的妈！我那么大一盆啊！哎呦。哎，这个不错啊。嗯，真不错呀，一抿就化。当然一个芒上加芒。啊，爽，通通免费。我要两份冰汤圆。好的。哎，免费的不拿白不拿。我顶你个肺呀！太爽了，这也。噔噔噔噔。八毫秘制饮品，有！我操！我操！啊，你好，哎，那个小哥哥不在了吗？啊？要给钱，要给钱。哦。大家休息了。啊。你是阿豪吧？哎，你认识我？我连你都知道。啊，那行，那不绕弯子了，来，给我炒个那个吧。炒得了啊？这辣椒味道东西是不好起。那这样吧，没事，我自己在那炒冰机。啊，这样就不会坏你们机器了啊！谢谢你。干嘛不是还有一个吗？啊，还有这个。全宝的辣椒味。你别站到眼睛里了，小心一点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手机我帮你拿着吧。哎呦！哎呀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啊，现在换个新手机也不贵，我给你推荐一个最近很火的钻钻 APP， 上面可以看你的手机值多少钱。像我这个华为还能卖1500多呢，这样算下来再加多1000多就能买一个新的苹果叉了，简直太划算。我才不换手机。接不动。你好，您坐好。好，谢谢你啊、哦！哎呀，你人真好，拜拜。哎呀，最近有点便秘啊，来个川西小套餐啊。试一口。Hello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个今天搞一个正常一点的，今天就不做那个超大杯了。你别怕我呀，这话怎么都走了？别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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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那么可怕。我顶了一个肺。有没有什么西瓜？这个对对，生椰西瓜冰。一个冰的吗？做冰的，肯定要冰的。标准糖吗？正常糖。好，就是一个是椰西瓜冰。等等。哦，这个给我做，可以吗？这个给我做。真的电饭锅吗？真的电饭锅呀！我们家电饭锅都不煮饭的，都是用来装奶茶的。What？ 刚好买了个快递，来拆个快递。边等奶茶边拆个快递。这100多的卡西欧手表也不错，得物上的大牌手表还挺多的。而且比专柜还划算很多，你们也可以去评论区看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谢谢您。好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咱们下次再见。你太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？你们简直无法想象夏天的重庆到底有多。哎，你好，小哥哥，这个棉花糖它甜不甜？哎呦我的妈！没有，我天！
Hello。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们有什么推荐的吗？这边有很多比较出名的，就是掌中宝、冰汤圆，还有四款特调微醺酒。哦，这样吧，你给我全部来一份。哇塞，这些特调酒的颜值也太高了吧。先来试试这个梅见日出啊，梅见酒的口感不会太浓郁，还带点水果的清香，不错，很清爽。第二款泡泡没事儿，名字很可爱，试一下。淡淡的酒香加上淡淡的石榴味，很适合夏天喝。这杯马杯蜜语，它上面加的是金酒，直接把微醺的氛围感拉满，不错不错。最后一款格格不入，和这三款确实格格不入啊。这个是野格焦旺仔，还挺特别的。Nice。老板，等一下。啊，好的。梅龙蜜罐汤圆，满满的果肉和沙冰结合，简直是夏天的味道。哇，还有超级多口味的掌中宝。哎，小哥哥，你们这个梅龙蜜瓜的冰汤圆特别好吃，能给我再来一份吗？可以啊。嗯，好。来，你用这个给我做。我操！我操！